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香港。那么这次是我第二次来到香港了，上一次是和 Danny 他们一起来的，但是这次是和女朋友一起来的。然后这一次我不只会去香港玩，我还会顺便去了澳门玩。那么现在我们在星光大道这里，我上一次来香港的时候没有来过这里啦，所以今天就来这里参观一下。走，我带你们去参观 ，Let's go， 走。走吧，走吧 ，Let's go， 走走走。坐我的位，起来，起来，这是我坐的位吗？哦 no， 他坐了我的位置。这次我是透过 Hotels Combined 来选择我在香港这里的住宿啦。 Hotels Combined 是一个可以对比酒店之间的价格的 App， 让你可以方便选择适合你的酒店价格，这样你就不需要再一个一个去 download 其他的酒店 App 了啦，真的是可以省下非常多的时间。那么大家下次有旅游的话，你们可以下载 Hotels Combined 来试试看，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啦。今天是我们在香港的第二天，那么我们很早就起来了，因为我们要去 Hong Kong DisneylandLet's go. Hold me close till I get up. Time is barely on our side. I don't wanna waste what's left. The storms we chase are leading us, and love is all we'll ever trust. Yeah. No, 我很 emo， 是在难得来到香港迪士尼了，结果这个城堡在维修。你们自己看，你们自己看。Through the wastelands, through the highways, till my shadow turns to sun rays, and on and on we'll go. Through the wastelands, through the highways, and on.现在已经晚上了，我们都大概走完了整个迪士尼啦，但是今天就有点失望，因为最主要的城堡啊，可能是因为冬天的关系，所以他们就进行维修啦。那么我现在回去酒店早点休息，因为我们明天要去澳门，所以就这样啦，拜拜。Hello， 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要去澳门，然后我们现 在码头这里，买了两张的船票。那么从这里搭船过去到澳门差不多要一个小时这样。
问你一个问题，五加五等于多少？十。你知道为什么等于十吗？因为你也不知道。没有没有，你说这样。哎，五加五才能十指紧扣。哇！白云很漂亮，可是其实现在外面是晚上，这里是室内，这些云他们布置出来的，很美啊，很美，超美。可是你比较美，你比较美，谢谢。